这阵容吸血鬼血了，直接游戏结束。没有 ADC， 没有持续伤害。我就是我们家的顶梁柱，我一只蜜，直接上去干，拉倒吧，不去了。这个是挂机的那个塞拉斯，不可能。他挂机，他能到大师？不可能。Minion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。我看看。我操，还真就是他！你这个逼！我他妈把你给杀了！我们直接从这个地方要过来。直接干他！你以为我没进草丛？你以为，小伙子，来，再让他 A 一下，让他 A 出那个相位猛冲，相位猛冲进入西地了，我们直接上去换血，一个兵不让他吃。그게전부냐？好，他丢两个兵。后排兵不吃，等一会儿啊，等小兵上线，好，可以上了。吃药往前走了，下一波一定不能被他吸啊！来升个二级，他不敢上，不让他吸。这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呢？不加四红，这出门装给你出的。蓝枪，插个眼儿的。这人不加四红出门，根本也不好好玩游戏啊！他直接掉自己20%血，哪个？太难了，这你打吧。把线儿推了，这线给你拿着了。哎呀，回不回家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不回了吧？这不是还能打的？他没多少血，这人。我直接一 A Q， 他还有两瓶药呢，这大爷的，蓝枪来了，直接走，不给机会，没有机会。我刚才的这波换血换来的是我们前期的优势，我们家蜘蛛吃了两个河蟹，而蓝枪一个蟹都没吃着，他在上路现在搁那玩呢，跟我们，啊，跟我们搁那玩呢。哎呦我！打个眼儿的，他回家了，他回家要去下半段刷这波。他还有一瓶血呢，哎，这把这吸血鬼是难杀了，兄弟们，是杀不了了，可太猥琐了，他无论是他的出门装还是他的动向，但是我们其实是赚了，上来他就亏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小子上来直接亏个
多少钱呢？这是四瓶血是多少钱？四五200块钱，他上来比我们多亏200块钱。他光他买药他就亏了200。这血肯定是不能让你吸了，小伙子。他在草丛里边。这波我升6。来，6级之前杀他一波。항상최고를추구해。这家伙，我能放你走呗？你那意思是？啊，我是不是能放你走？你那意思是？我的天哪！他有血，他有血。我先给你来一首探照果实。他还二速还回家了。这吸血鬼呢是真能跑啊，哎呦我天。塔下都不待，这人。太可怕了。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直接杀了，杀腿就跑。回家吃果子干嘛？那不能留给外人啊。这波直接让塔皮消失。好像不行哈，小兵伤害太低了。今天上大师费劲了，兄弟们，这些碰着的这些人啊，这太猥琐了，这都不好打，不能说是不好打，只能说是不好杀。我现在97，吃你一层小塔皮。哎，车没补着吧？补着了吗？我们放他出来啊！不要看他有护臂，一套技能他照样死。现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要把他先放出来。E A Q， 平A W 走。他不怕死，这边他就要死，十秒钟以后他死，6秒5秒4秒3秒2秒1秒，往前上一步他就要死，就一步。不是，这为啥是点燃先出来的呢？啊，为啥是点燃先出来？我他妈先按的 E， 他怎么点燃先出来了呢？神志不清了啊，兄弟们！这边能杀的没杀了。哎呦，我这为什么没 E 过去呀、啊？那这那什么暴露了，你知道吧？那意图暴露，套仙道点燃，意图就暴露了。
내가 하지. 吸血鬼没有 R。我回家了啊，让他控了。你控兵线这位你别想推过来了，少了一波击杀吸血鬼呀，挺难受啊。他太稳健了，嗯哼，他太稳健了。他是真的稳健呀，打再不拿点优势，前期我们家这阵容就打不过了。干哈呢？啥意思？打龙，打峡谷。为什么见不着他们家打野呀？那打野是消失了吗？哎呦好，这一口。哎，行了，他捡西地起来了。抽我有点疼了，别着急啊，越急越晚，千万别急。影魔刀没有钱，哪有那妈呢？这800块钱出门，哎，可以杀，其实那波能杀，那波杀了我的节奏就起飞了。你是跑的是真快，我发现。不追了，哎呀，又差一下呀！但是确实是很难杀，真的，这吸血鬼跑的太快了，相位猛冲，灵光披风，回塔。你的峡谷先锋还不放吗？我杀了，这那光头怎么老有传送呢？走吧，不打了，打了，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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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光头的传送是没有吸地吗？不行，我不太敢出三项了，我出三项太脆了，我进去一秒钟就没了。我出三项发育的这么平缓的话不行，太脆了。
这把难，这把确实比较难。为什么难呢？因为实在是没啥好的机会来杀这个人，啊。哎，别吸我啊！我不行。现在变成了他的回合。那里边有人儿，看着没？刚才里边有个蓝枪出来了，哎呀，还好没上啊！你干哈呢？那里边有个蓝枪，哎，炮车给我打他了，对，哎，炮车，完了。把那龙打了呀！打龙，打龙，打龙，打龙！哎，这发育的怎么这么平缓呢？这都不打架呀，这帮人呢？不打架，俺们家不输了吗？这阵营不打架，不等着输？真的等着输，就是等。现在就是慢性死亡，一会儿蓝枪刷起来了。啊，卡莎装备也有了，吸血鬼进场也无敌了。我们家一个破蜘蛛的，一个破猴子，还有一个塞拉斯，再加个破大头，还有个布龙，还粘不住人，没个玩儿啊！我现在跟他打，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点了，兄弟们。打打看吧，要不你那打架都没打架，我们就投了，是不是有点不行啊？为什么就投了呢？但我觉得可以投，不过我还是选择不投。我发育了这么长时间，啪嚓给我点了，我凭啥呀？我跟你玩呢，我跟你玩补兵呢，我才不的呢！你不打架，我这辈子不带投的。压了！我不仅不投，我还看命。我还看命。不仅我不投，我还看命。怎么死的这是？漏，别打！哎呀，打起来就五个人，看到没？你看我是啥来着？一瞬之间，对面咔嚓下来五个人。啊，打架！你们要是去下路打架，那就直接就五个。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把这塔给他拔了，来呀，打峡谷啊，蜘蛛！这勾的是谁呀？这是峡谷也争不了。哎呀，咋办呢？这波怎么办呢？这波还是出八七五嘛，增强点蓄区能力。补兵补了20分钟，游戏结束了，兄弟们，001001，补了20分钟的兵，跟对面。这边大头搁下路，他跟那边打，你这打啥呀？跟他偷脖，不是偷脖，
就跟那个没有指挥的那职业队似的。啊，就是大头搁下路还打呢，还跟人打呢，不知道打啥。杀一个，幺幺幺，投降。哎，这破逼的赢了你选。你看这塞拉斯是真是个傻子，这塞拉斯好像脑子装的是浆糊，我发现真的。你赶紧从大师掉下来，实在是太没用了，实在是。你这赶紧从大师掉下来吧。别在那大师玩了，这大师不太适合你，零剩点赶紧掉吧，真的别玩了。下次办塞拉斯，这塞拉斯这真是个傻逼，哎呀，别的咱就不说了，赶紧掉大师行不行啊，赶紧下来，别在上面待着了，个守门员赶紧下。掉下来没？哎，掉下来了，挺好啊，挺好，如他所愿，赶紧掉啊！明天别让我再看见你，你们瞅那个傻逼，看见没？